Q到被动，怎么说？一拉开距离 ，A Q 再接 A 不到吗 ？W A 接 E 再接 A 再接 Q 再接 A 再接 A 再接 E。主播这控蓝确实学不会，一个人滑溜。哎 ，A 到了，漂亮晕住。没事，我拿到助攻就行，赚了。打个闪攻。再 A 一下又一个助攻 ，W， 再 A 两下又一个人头，再 A 一下，小心 A 下皮包拉开，哇，有布隆一集团太猛了，家里人，真的有布隆一集团太猛了，我直接双弹剑了，凯旋帮我赚了80块钱。他挂不到被动，你就不要着急打呀。W 叠个白流系带，好好是没用的，要抢饿了呀，感觉要抢不到饿了。魔鬼找你。好，同时两级也好，同时两级也好，点个一技能。不能 Q 到，但是我不可能 E 过去啊。善行不义，派克有 Q 的情况下，千万不要新手交易的呀，玩卢锡安，这个很忌讳的，卢锡安不能乱交易技能。派克出勾了，我们可以对吧？ E 过去点两下，接个 W 对吧？这是没问题的。说我是恶魔，只是说点两下，我主要也是为了叠白流期待吧，补刀先补好，补刀掉的有点多。这边发动嘲讽之术，这边打野位置不知道，你看我这边是有线权的，稳定有线权，我只要有线权，比如说这波打野要争夺下河蟹，我是不是可以去，是不是？风中带着寒意，打不了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点法律的期待，往后 A。那布隆空 Q 你被压，那不是你的错，你宝子，是不是？布隆空 Q 了你被压，那不是你的错，你。布隆如果对线没有 Q 的话，老导致你被压，这不是你的错呀。先要发管。新的一天，又一场大清理。我这边准备推线，因为 EJ 的蓝不多，他推完线，他想回家买女神泪，我们不给他回城。受了诅咒的人最麻烦的就是，他们总是不安心。我这里交易是不知道派克有没闪，万一他给我来个E闪，我不就嘎了吗？所以直接交易了。我哎，布隆走了的呀，不能装备了，我这时候没有E技能。没关系，被晕住没事，有盾，那就换掉了。那这兵线被换的话可以接受，这兵线可以接受，兵线还 OK， 你们看一下这兵线还 OK 的。我已经很轻敌了，哎呦，布隆这么可惜了，兄弟。EWA， 再 A 接 Q， 再 A， 再 A， 再 A 不追。
你看我 EW 有什么好处你知道吗，就是我可以瞬间触发加速啊，虽然我会少打一次被动，但是我瞬间触发加速啊，好追人兄弟，这样子的话他直接血量残了呀，我可以我要速推了，他残血，他要么回家要么就卡下等线，反正总之速推，速推的话他残血不回家就越了嘛，这个派克步伐之徒一样，那 EZ 应该是回家了，他刚出来就被我打残回家，这波塔下线他没得吃。修派克，你看他掉了一个车，我六级，他们中单不见了，是不是要稳一下撤？中单在上。对面的 EZ 是没闪对吗，是不是没闪啊，他当时是不是交闪那个杀跟我换掉了，就是上一波是不是 EZ 交闪了，各位观众是不是交闪了，是的话这波我准备杀了，只要挂上被动我就杀，能挂上被动我就杀，我有意有闪，哇 Q 我一下100多血没，好我知道了，上路打小团战输了，我派克勾了一下，有点伤，掉了点血。西部牛仔的老一套已经难透了。闪现拉开，因为我不知道对面派克也没闪了呀，我不知道派克也没闪。他上派克上一波也没叫闪，我不记得了，所以我直接叫闪了，万一他给我来个一闪把我晕住不是超大了呀，不记得就当做他有闪，只要不记得就全都当做他有闪，哇操，这波直接一闪给我拿下了，也许寡妇要来喽，我跟你们讲寡妇可能要来了，死在我手里是罪有应得，他想回去买军团盾，那我们就稳一下，神话训练啊，还能是什么，寡妇在中，哇这么帅，可惜没 A 出那个被动 A 不出来， A 出来的话这不晕住有机会杀，我操这个一点，哎布鲁怎么开了个大招，这样子吃力，你感觉我打得很吃力吗兄弟，不是游刃有余吗，怎么变成吃力了，我这哪里吃力了，这不是游刃有余吗，海妖黑蝎子吧，这把可能会这么出，我这把也可能会这么出，
啊，寡妇，你欺负老实人！我们曾走过。也听过彼此都那么的执着。再见。我不知道寡妇在哪，我走了，我怕被寡妇偷掉。那就会考虑狙杀。寡妇在哦，寡妇不在，寡妇在中，那没事了，大家直接压这个劫没有 W， 大家注意一下，这是我杀他的机会，看他过不过来。EWA 到开大招，什么？都说 ADC 会怕，我不怕，兄弟，直接拆下。寡妇可能来了，大家，我感觉我要挂了，我感觉我要没了，大家。塞勒打比较多呀，很少巨杀王路西安的。哦，开大招先射一波，射残他们血量。怎么说？寡妇在附近，不要卖我。一拉开，开大招 Q 先杀一个，开启吉宝接着追，继续别过来 A 走位躲一下标，躲掉两标 W 过去 A 再刷下被动，继续走位躲，接着追，不要着急有吉跑，被斩杀掉，躲一下技能 Q 到被动，怎么说？一拉开距离 ，AQ 再接 A 不到吗 ？W，A 接 E 再接 A 再接 Q 再接 A 再接 A 再接 E 再接 A， 很帅的说，哦 ，What's your name？I'm Lily，Are you happy me？ 先分够够不够？EWA 开大招射劫，闪，哎，不用闪了，呵呵，直接射死，直接射死他，兄弟们，我们直接射死，射死，射爆，射爆，直接一波了。你看节奏怎么带，就是你去拿先锋啊，你先锋拿了，你不就可以带节奏吗，兄弟？一拉开，宝宝开大无所谓，直接拆一波了。你看这波是不是？我拿个先锋中路一放，不就一波结束了吗？你那把侠，你先锋一直不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有一把侠，你当时上路拆完之后，上路拆完之后是有先锋的呀，你就是不拿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不拿先锋，你没有先锋，你一个 ADC 抢带节奏很难的。有先锋的话，找个机会就一波结束了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，小仙女？操作到。